小小太帮奶奶拿一下卫生纸。奶奶，我在看电视呢，你自己拿吧。奶奶现在不方便，快帮奶奶拿一下，一会带你去买个新玩具。那好吧。小小太快起床，上学迟到了。我不要，除非奶奶一会给我买个大棒棒糖我才起床。行吧，快起来吧。耶，买棒棒糖去了。你又怎么了？快点进去。要我进去可以，奶奶要再给我买个大棉花糖。行行行，你快点吧。好的，奶奶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穿衣服。我不要，迪迦老师要先给我吃小饼干我才学。小小太，学习是为了自己，为什么要跟老师讲条件？我奶奶让我干事情的时候都会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条件的话，其他人是不是给你帮忙也要讲条件？今天小小赛帮你倒了水，你摔倒的时候小小布把你扶起来了，小布如把自己的水彩笔借给你用，他们是不是都可以给你讲条件？我不要了，我再也不讲条件了，你们也不要给我讲条件了。这就对了，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。